Hello，Hello，hello, 听到我说话吗？Hello，Hello，hello, 听到搭理我一下儿。Hi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听到我说话吗？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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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Hello, hello. Hello, hello. Oh. 那这个太好了啊！好，那听得见的话呢，咱们就开始啊。好啊、呃，今天主要讲的这个题目呢，是关于指脉的考试总分的构成，然后包括这个啊、呃、达到七百的一些必备的条件啊。 呃，内容也不是非常多，那咱们通过语文和数学两个部分大概讲一下，我们应该在想考到一个满分，或者满分不用了，那么考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分数啊，七百以上，到底需要什么啊？呃，不过现在这个时间点还是挺有意思的，现在是十二月的十九号，对吧？那基本上二轮的学校呢，基本都是一月初，对吧？要开始去这个开始这个。 这个这个 deadline 到期，那么我想大部分来的同学应该都是，应该打算明年再去递交这个申请材料的吧？啊，因为如果今年想去申，明年想走的话，那我想这个按农历年算啊，那这样的话其实时间是非常非常紧张了啊。我们最近有不少的学员啊，都是在去拼命的去在这里去这个考试啊，要这个成绩。好，呃，那么严格说说啊，来讲一下现在的这个。 那一个情况啊，然后那么，咱们先说这个总分的构成啊。如果你只考虑语文跟数学这两个部分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两个部分呢，呃，这个相加啊，它是那个八百的总分。那整个总分里面还有八和六这两项啊，那么分别是 I R 和这个作文，呃，这两项的话，实际上从呃重要度来说呢，其实不是非常重要。那、啊、因为学校基本上是不看这两项的一个成绩的。 那所以就是说呢，呃，你只要把那个大分，就是那个所谓总分那个八百分考到，就基本上是可以了啊。好，然后那么呢，这个如果你想考到七百分的话，一定要注意，先把这个数学拉上去啊，因为这个数学其实在考试里面占的分数比重还是特别特别高的。呃，基本上来说呢，呃，数学加一分等于总分加十分，甚至是二十分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最近呢，就是我前两天发了一条朋友圈哈、啊，我把我最近的这个，就是这这两三天吧，考试的这个一对一啊，包括一些面试班的学员，发了个集合啊，发现就是说大家基本上语文那、啊、考了三十二、三十三、甚至三十七、三十八的都不少啊，数学呢一个比一个后腿啊，所以这个数学如果考的不够的话，这个七百也挺难上的啊，所以说其实我们这个也很也很头疼是吧？大家呢其实。 都奔着七百分来的啊！但是语文够了，这数学没到，对吧？那也是非常头疼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呢，其实这一项大家也需要去重视，因为现在数学呢有越来越变难的一个趋势啊，所以说要去重视这个数学的部分。那么数学的话呢，其实中国人能接受的分数就是这三个分啊：五十一是满分，五十跟四十九对应的话呢，数学一共是三十一道的五选一考题，对应的话呢，你四十九大概可以错在六个、五个左右吧。 啊，然后那五十呢，可以错在三个左右吧，五十一你可以错一个啊，大概这么一个情况，哎，一三五这个情况，那所以说其实这容错率呢相对来说还是有啊，但是不是特别的高，你可能需要去注意一些啊。好，然后那么呢，咱们来看一下，先分享来说啊，先说这个数学，我怎么才能把这个分考到位啊，考到四十九以上？ 那么首先呢，数学考的是什么啊？咱们在职面考试里面，数学它所考察的知识点范围还是相对比较浅的啊，基本上就考你一个这个呃小学加上一些初中的这么一个知识啊。那么偶尔会考你一下高中的排列组合，但是考的其实非常少。所以公式定理的话，你通过看 OG 也好，包括去做一些其他的材料也好，应该是比较容易能达到这个标准的啊。 呃，然后那么这个，呃，所以它这公式定理本身不是重点，那重点呢是你如何来去学习、学会解决一个真正的纸面考试里面的一个问题。很多考题根本考的不是知识点，而是你的一个思维跟思考的方向。那现在我举一个小的例子，让来说一下数学考到底是什么啊？ 来，咱们把这个数学例题啊，咱们大家先做一下啊。这个题是一道原来纸面考试的一个真题，难度不算特别大，但是也不是特别简单啊。咱们把题做一下啊，大家先做啊。做完呢，我一会儿稍微说一下，它考的咱们是什么能力。 好，呃，我把这个题，呃，说一下啊。这个这道考题呢，咱们先把这题目看懂啊。有同学可能对这个题目不是非常的能明白讲什么意思啊。我先翻译一下，他说，在一个特定的一个比赛里面，三队呢，他被允许每队去加入三名队员。 那么一组呢会赢得六减 n 分，如果呢他其中一个会员呢是排名第 n 名的话，那这个 n 呢是大于等于一，小于等于五的，也就是说，一共是九个人参加比赛，对吧？那么这个某一个这个运动员呢会得到一到五的这么六减一到五的这么一个分数，就是你第一名的话得五分，分最多。 第二名得四分，因为 n 等于二了嘛。第三名得得三分，以此类推。那么后四名是没有分数的。他给你写了一个，就是更加完美的条件，是说那这里面其实没有平局、退赛，包括之类之类的这破事儿，对吧？他说如果没有任何一个组可以赢超过六分的话，他问你的是最少的一组这个得分是要多少？ 那么这种考题呢，其实跟咱们之前做的一些，就是像高中啊、初中啊，包括小学做的一些数学题呢，不是特别一样。因为我们一般的考题都问你这个数等于几，对吧？比如说，那我们到底一共有多少名队员，是吧？或者一共得了多少分，等等，这些都算是问你等于几的考题。但纸面考试中有一些题也是问你极值的，所谓极值就是极限值嘛，最大或最小这么一个情况啊。然后，那么呢？ 这个极值问题啊，我们都需要去记住一个特点，就是你千万不要拿这个数往里面带，就开始傻算。这种题呢，傻算是很难得到答案的，因为你想，如果你能得出一个准确的答案的话，就不会问你极大或极小值了，对吧？说明它这个值肯定是好几个，问你那个最小的或者最大的，对不对？所以呢，这样的考题一定要记住，不要去傻算，而要先分析条件。 分析条件，分析什么？要记住，一定要先分析我在什么情况下会取得这个题目问题的那个极值啊？问的这么一个情况，你先把这情况搞清楚，就什么时候能取得这个极值。好，那什么时候呢？怎么来去找这个条件呢？非常简单，你记住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情况，就是当你想去问说得到这个极值的时候，通常来说都是找反向。 相对是比较靠谱的啊，你可以先把它记住啊。什么叫找反向？一会儿拿拿咱们拿这个题啊为例来说一说。好，咱们先把这情况来分析清楚啊。咱们一共有九个人，那得分分别应该是五、四、三、二、一和零、零。哎呀，零啊。 这不好写啊，零零啊，一共是这么九个人，对吧？问我的是一组里面含三个人，三个人分数相加，对吧？最少要得到多少分？你直接去求最少是很难求的啊，因为这块儿咱们不能确定到底什么时候最少最多，对吧？那所以说呢，我们要先找一个反向。通常来说，当他问你极小的时候，往往其他的某些这个跟它相同或者同级别的东西呢，这个极大很好找。 那那边的极大等于它的极小，你比如说，一共九组对吧？一一共三组九个人，没错吧？那么你问我最小那一组，那一组如果想最小的话，其他两组必然是极大的情况，没错吧？这是一定的，因为它是一个整个系统嘛，对吧？两组极大证明我能找到那组最小的情况，没错吧？好，那所以说这里面我们看，那咱们先尽量让两组取得极大值，先说第一个啊。 在第一个组里面，咱们让这组，因为他说了嘛，最大得六分，对吧？咱们尽量让这个第一组的六分，等你会发现，哎，我可以第一组可以取五一零，没错吧？这样就等于六分了。这是这组已经极大了，因为他说了每一组不能超过六分，对吧？那所以呢，第一组已经确定好了，就是五一零已经极大了。然后咱们再把第二组列出来。那第二组的话呢，我们也尽量让它取得这个极大值。那么你看，还有一个组就是四二零，对吧？四二。 l 零，这也能取得六，对吧？所以第二组，如果你取到四二零的话，那么它也就属于极大的范围了，对吧？那既然两组都极大了，那么剩下那一组一定就是极小值情况，所以呢是三零零，这答案呢就是四 D 选项，就是个三，以此类推。 那所以你会发现，咱们数学考题考你说这个题没有用到任何的公式，包括定理。所以咱们看到题之后，第一反应先想定理，这个思维就是不对的。你想用工具，因为定理公式嘛，就是你解决一道数学考题的工具，对吧？那你想用工具之前，一定要先去把这个题目它讲什么情况先分析清楚了，然后再拿出相应的工具。而有很大比重的数学考题，其实根本跟这工具啊。 没有很大的关系，把题干的情况分析清楚了，思维上理清楚，我怎么样才能取得极小值，对吧？那找个反向，找到反向之后，这个题自然就搞定了，对吧？那所以呢，这个题答案呢就应该是这个四 D 选项，非常简单啊，这么一个问题极值问题。好，那咱们练一个啊，看看换一个题，简单一点儿啊，问极值问题能不能很快呢得到这个答案啊？来，咱们看下一题啊。 好，咱们看这道考题啊。那这道考题的话呢，它这个提问的是说，如果 x 四次方加 y 四次方等于一百的话，那问你 x 的最大的可能值是多少？还是一样，这题比那题简单一些，对吧？如果你想直接找 x 的一个极大值，其实不好找，对吧？那咱们就先去看一下。那我先分析一下，这 x 四次方在什么时候会取得这个极大值？ 因为两项相加嘛，而四,四 y 四次方又必然是个正数，对吧？或正呃正数或零啊，这么一个就是非负的一个数。那所以的话呢，其实 x 的四次方取极大的时候，必然就是 y 四次方取极小的时候。那 y 四次方极小应该就是零，对不对啊？那所以说呢，就是他问这事儿，就是问你说，其实 x 四次方等于一百的时候，那 x 四次方必然取得这个 x 的一个极限值，对吧？那你就一百开方嘛。 一百开方就是十嘛，十再开方那就是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根号就是九，呃，等于比九大嘛，肯定是三到六之间啊，这么一个事儿，所以答案应该是这个二 B 选项啊，这么一个意思。OK，好，这是关于数学的这么一个取，咱们举个小例子啊，就说咱们其实考试里面并不是都要考咱们说一个比较难的公式啊、定理啊，还是说一些。 呃，很复杂的一些这个技巧，并不是，是我们一个思维和思考的方式问题。其实所有的机制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去解决。好，然后呢，咱们来去往下说一说语文的部分啊。那语文部分呢，如果你想考到这个七百之上的话，你就需要做一个事儿，就是你需要语文部分里面尽量去多拿分。那语文呢，就是我们。 如果你数学考到五十的话，那想考到七百的话，语文至少需要考到三十三分以上啊才可以。啊、呃，三十三分并不算稳妥啊，一般三十四、三十五拿个七百是比较稳妥的。呃，那么语文就尽量多拿分嘛。那语文一共三项：语法、逻辑和阅读。那么三项要点我都写在这儿了啊。语法呢要夯实基础。 按照成分来阅读每个选项字面的含义，这件事儿非常重要。一会儿咱们拿一个题啊来举个例子啊，这是我们学员们经常问我的一道题啊，可能大家也会很多人如果做过的话，也会对这个题很有印象。这个题其实特别简单啊，你只要把成分给它搞清楚了，其实这个题就特别容易做啊。那有的同学可能背了很多的什么搭配呀、习惯呀、表达呀，但最基本的一个这些东西是什么成分都没搞清楚。你搞清这些，其实很多时候就非常容易做很多题了。 那第二点就是逻辑要提炼清楚，这个逻辑点啊，逻辑里面有前提和结论，对吧？那你把前提和结论都能提炼归纳成一个词啊，把逻辑点提炼出来，这个题就会特别容易做啊。阅读要理清文章的整体场景。那阅读咱们其实之前啊，在九月份的时候讲过这么一节课，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在这个这些视频里面翻一翻，因为我们所有公开课都有视频嘛，从一七年三月份开始到现在，可能一年多了，那么基本都在啊，你可以翻一翻。 呃，挑着看一看其实就可以啊。很多时候讲的其实都是相对来说，啊、呃，都讲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点，可能需要你去注意的啊。好，那咱们今天就拿一个语文题为例啊，说一下这语文呢，啊、呃，如果是语法来为例的话，咱们怎么怎么来去把这个点抓住啊？要夯实基础，按照成分来阅读字面的含义啊。好，咱们以一道题为例啊，这个题难度是相对比较大的啊，咱们要小心啊。来看看这个题啊。 好，那咱们把这个题来说一下啊。这道考题呢，其实是一个比较经典的、难度比较大的考题啊。呃，那么实际上来说，如果你对语法题有了一些基础的了解和掌握的话，你会知道，就是前面这个 unlike，它表示一个对比嘛，就是对比它身后这个词跟它的那个主句的那个主语，对吧？那所以说，这个在 A、B、C 里面，其实它那个主句主语一个是。 呃、uh,，workers 两个都是 workers 啊，这是 company 对吧？那所以不管怎么说都跟那个 packages 没法去做类比，应该比的是两个 packages 对吧？package 啊，这么个意思。呃，所以说呢，这个 A、B、C 是肯定不对的，这个三个选项都能排除。啊，难度主要我想说的是在 D 和 E 两个选项上。呃，那么呢，这句话讲的是说，不像大部分的这种工资的一个 package 啊，那么要求工人待到最后一天才拿这个钱。 但是呢，那些就是机动车公司的这些一个 package 呢，其实会允许他们随时去拿这个钱，对吧？好，那这个逻辑含义特别好搞明白啊，但是你到了真正题里面去判断这个成分跟意思的时候，就其实挺难的了。 要注意一下啊，前面这个 which 引导一个定语从句嘛，那说这个 packages 要求工人去 stay，那这是一个主谓宾和宾补啊。那像我大家大家知道，肯定是因为我们的学员每个人都要求我们把成分都划分的足够清楚，你不要小看这个成分，把成分划分清楚了，你很多同学说我也不知道宾补，我也不知道宾语啊，能不能把这事考出来啊？很有可能，但是啊，这几率并不太高。 我们的每个学员都要求把这个成分画的清清楚楚的啊，原因是因为你真正去把成分画清之后，才能去把很多的这个意思啊字面的含义读出来。其实语法题里面五个选项要求非常简单，无非就是找一个能满足在字面上啊满足这句话逻辑上想讲那个意思的选项。难的其实并不在于去掌握这句话到底想干嘛。 因为你把几个词儿一拼凑，拿脑子一串，对吧？这几个词，这个、这个、这个句子想干嘛，就特别容易搞清楚了。但是难的在于，能不能把五个选项它字面上讲什么这个意思给它读出来，这件事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事情啊。好、哦，那你看这里面，如果能把这个字面意思搞清楚呢，那你就得去把这个题目的成分搞清楚了，因为成分本身是有含义的。 啊，这件事儿我们也在公开课里面啊反复的去强调过。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把去前面扒一扒。那么这个四 D 啊，咱们先把程度搞清楚。那、啊、这个后面呢是宾补啊，until the last day 啊，schedule day，这其实是一个状语了，是说待到那个这个天数，对吧？那这里面啊，in order to collect，这是一个目的状语，就是说他待到最后一天，目标是为了去拿钱，对吧？啊 i n order to collect，所以 D 呢其实是可以去保留的。 那么再看这个 E 选项啊，E 选项里面 t h e last day 这是这个最后一天，对吧？那身后啊，这也是一样，就是 until 身后的状语嘛，不好说，这个不用废话。那么但这个 that 从句，这是一个这个题的关键点，你得先判断清楚这个 that 从句在这里面是个什么从句。如果你对语法比较清楚的话，有很多同学上来第一反应是这是个定语从句，描述这个 day 的，对吧？ 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定语从句有个非常标准的语法规则，要求它去这个整个从句啊修饰那个词，咱们语法上专业一点，对吧？叫做一个它的先行词，对吧？它的先行词是必须要在从句里面承担一个成分的，这个是定语从句的一个要求。换句话说，所有定语从句都在里面缺个成分，因为先行词。 必须得当这个成分，对吧？你会发现，如果在 E 选项里面的话，画绿线的这个部分啊，是根本没法让这个 day 进来的，对吧？因为你这个 day 这个词在身后没法当任何的一个成分，只能就放在这个从句放在这儿，对吧？那所以说这肯定不是定语从句。那么如果不是定语从句的话， 很多同学就会想到一个词叫同位语从句。如果你对于这个成分很了解的话啊，因为同位语从句它的先行词可以不当成分啊。至于什么叫同位语从句啊，这个好像我们之前也讲过啊，这这是很久以前了，可能公开课里面讲过，你可以去翻一翻啊。呃，他会要求说你先行词在里面是不当任何的成分的。但是呢，有一个情况，在字面意思上，同位语从句它描述的是这个先行词的内容。你比如说，the fact。 That we are healthy，对吧？那这里面这个 that we are healthy 就是一个同位语从句，它描述这个 fact 这个先行词事实的一个内容，对吧？好，那么同样道理，如果代入 e，它当同位语从句的话，那么它字面的意思，注意我们刚才说了，你要选择一个逻辑上啊，这个这就是在逻辑上对的选项，对吧？那逻辑上对意思就是说，我的字面意思跟你想说的意思是匹配的，对吧？ 那这个 E 选项字面意思就是说，他们要求他们待最后一天，对吧？这个天有个内容啊，什么内容呢？这个天的内容是说他们被 s c h e d u l e 的去拿这个钱，对吧？这是明显不对的，因为天不可能有个内容，对吧？你因为你你这个天就是一天两天，对吧？天里是不能拿一个事儿当内容的，所以这个 E 选项在字面上只能当同位语从句，但这个字面意思。 跟这句话想讲的逻辑意思是完全不够匹配的，所以这个一选项是完全不对的啊！你只要能搞清楚、把握住，先判断这个词在句中承担什么成分，把这个概基本概念理清楚，这个题其实就非常简单，没有那么难受。我到底该怎么去选？所以很多同学他对于基本的成分没有掌握清楚，导致你做很多题的时候就会出现又瞎做、乱做的问题。很多时候其实你不会做一个题。 不是你的知识点，或者你在纸面考试里面你学了多少的东西，而其实在于的是你能不能去看准、找准这个关注点，能不能去把这个做题步骤给统一化。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学员上来都是瞎做这个考题，你可能经验很丰富了，考了好几回了，这个题全是全是瞎做，所以一定要注意我们一直强调的点，就是说一定要去把关注点找对。只要你看这个题看的点和我看的一样，那这个题就能对。 如果你观点跟我不一样的话，这个题你也许也能对，也许更快。但是我们要求的是，我们保证的你是要能去最稳定的把成绩考出来。很多同学可能会想说，哎，那我能不能换个方法做得更快，是不是也能做对，是不是就可以啦？ 呃，在你自己看起来是可以的，但从我们这来看是绝对不可以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需要保证你把成绩考出来。那这样的话，自然就要求你，我们取一个最保险的办法。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最保险的办法，它也许不是最快的，但也差不多了，对吧？所以就是说呢，呃，看题的时候一定是要去先去判断清我看的这个是个什么成分。 那么把这个基本的概念掌握住之后，能去解读出每个选项字面的含义的时候，这个题你就基本上就都会了，而不需要用任何的所谓只卖考试喜欢什么，只卖考试技巧是什么等等这一些没有用的技能，对吧？所以包括数学，包括语法，包括逻辑阅读都一样，先把最基本的概念掌握清楚，这个题呀就非常简单。如果概念就不对的话，那这个题就肯定是不可能做得好啊，这么一个意思。 OK，好，那咱们今天课呢到这为止啊。这个其实讲的也非常简单啊，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需要你去去记忆的，主要是你把关注点找对，去知道怎么去想要题，不是背公式，不是背单词，不是去呃瞎碰到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方法，对吧？而是把这个最基础的东西搞定。其实你把点找对了，只有你把最基础的东西搞定，才能把点找对，把点找对才能把成绩考出来，对吧？这么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过程啊。好，那。 感谢大家参加这个公开课啊！拜拜，同学们。